朋友们，这节课咱们继续来学习，网友在留言中提到的一些比较难写的字，有请新来的朋友，点一下关注，在这里表示感谢。下面我再写一下，有党员的党啊。党啊，这个党啊，这些竖和这个口照着了啊，在这口的中间啊，再一个，这是一竖一点一撇啊，不要写成，不行这样的啊，是一竖一个短竖再点这一撇，这三个小部件离得不要太远啊，很紧凑，要很紧凑。还有一个就是之啊。这个字虽然笔画不多，但是很难写啊。就这一个啊。做这个角度不要太大，不要这样写，这样写底下就不好写了，就没法写了。那角度非常小，角度很小，再写一遍。这个横稍微往右上抬啊，旁边撇，这撇呢，差不多和这个齐平，稍微出来一点都没事啊，不要比它短，不要比这个横短，只能比这个横长啊，出来一点都没事。然后平那儿，这样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节课，就。这样的两个字，也希望，朋友们在生活当中，写作当中遇到一些比较难写的字，写出来，我将会一一的把它写出来，分享给广大的朋友。好，咱们下节课再见。